你脚还好吗？还好。昨天扭伤了哈。嗯。我要找你找不到。那我看出。你在写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在写什么？记录一下。记录什么？就是前面的。上面记的就是每一场的哪几个人被选，然后谁是待定，因为主要也是想选适合自己或者风格更接近一点的队友一起。哎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阿 K 已经跑掉了，你会改变吗？我只觉得他在想什么。我在那一刻真的急了，我天哪！难道男人的约定就这样就没了吗？你有想法吗？你选了有些啊，他有可能会变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刚刚看他表情，他的感觉。现在请选手表决。我选择加入易烊千玺的战队。我选韩庚队长。韩庚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本轮一名选手还没有给出结果。没戏了。动摇了是吗？啊，恭喜你。从选手来说，我更想和吴建豪这边的已经选出来的选手一起。这从队长来说，我是会想选罗志祥，所以我这届犹豫的比较久啊。这我没办法去控制他的想法，他还是有点犹豫，然后想要去改变，那我只能认。我就一直在学罗志祥吧。哎呀，再想想。也因为是公愤，再给他一点点。好，终于有结果了。Eleven。小月待定，米振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，叶英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。你的还是你的。Good luck，lucky apple。决定选罗志祥队长。太开心了，离冠军越来越近了。你不要以为我疯了，我是真的认真的，越来越紧了。我要让那些没有选我的人。阿 K， 你会后悔。12轮选择已经全部完成，目前四位队长手里还有数量不等的毛巾，下一轮队长将手里剩余的毛巾挂到你们想要选择的选手房间把手上，限时8分钟，现在开始。除了我约定好的所有的队员，牧童、小月、十一、波子，还有重阳，所以我现在我必须要去找到适合我们团队的3个舞者。欢迎你的。其实我在之前我选 B-boy 时只有一个波子，小根还有龙啸来到我战队一共有3个 B-boy， 我觉得还挺开心。最后茶叔进来我觉得也是惊喜，反正12个人全部选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说哎，今年我有很大的信心，我觉得这12个人都非常的棒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们这12个人大家都挺有想法的，然后大家也知道要自己要什么，我觉得是可以出高级的有质感的作品。我这12个人都非常难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原因存在，我觉得这个队的实力会让大家非常惊喜。阿 K 的那个包毁得很彻底，你知道吧，更决定的想要去找 hiphop 的选手。 hiphop 哦，哇，我这边是 hiphop 组的，你看加了。好。那现在这个阵容等于有6个 hiphop， 2个 party，然后2个 breaking，2个 locking， 还满意现在的搭配吗？满意啊，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易烊千玺，易燃装置战队，
冯正、小海、阿雅、Franklin、AC、JC 俊、坤、陈博文、小西、鱼丸、米镇、Vico、罗志祥、修楼梯战队、夜莺、三儿、Sammy、妍妍、梅子、晨晨、王子豪、仙人、小智、赖威尔、郭颖儿、阿金、韩庚、态度大师战队、鸭子、马小龙、冰冰、范范、牧童、金小根、重阳、Eleven、庞书月、波子、龙啸、茶书、吴建豪、无暇联盟战队、阿 K、兔子、Gumbo、小五、廖廖、陈太伟、王润、Abby、阿奇、歪歪、陈建言、Ben。欢迎各位来到《勇闯天涯 Super X》，这就是街舞第二季复赛第一场的现场。一人走上去，来，轰！上天爷，过门天，武侠联盟，武侠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et ready to battle! 我的团队全部里面都是武侠，当他们联盟在一起的时候，要拿冠军轻而易举。 Bless, listen to me. 太侠我们是兄弟，太上我对你不会客气。双压，今年呢，我还是用我们的态度，我失去的一定要拿回来。 I've kept必须的，我们只拿作品说话。我特别荣幸，特别开心，因为队长终于可以跟他一起跳舞。我们这一代 FKM 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翻篇，我们十二个人来必须要十二个人回去。请投票。你将从你的十二位队员当中淘汰四位。舞者没有借口，因为你上台那一刻，无论你是发烧了，无论你是断脚了，你要跳完。就是这些人让我们一直坚持在这边，一直爱跳舞，然后把好的作品给观众看。哇！